不仅围到停车里，还有水泼我。等等。火车站多少钱呢，师傅？真贵。到了，师傅，辛苦了，师傅，来吃一口吧。大哥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没有啊，回锅肉的味道。我操！大哥，你冷不冷呢？我不冷。为什么我穿这么多都感觉很冷呢？麻烦你以后出门能不能不要穿成这个样子？
一个神仔。来来，往后倒，往后倒，往后倒，倒倒。OK， 方向盘往左，往左打两圈，打两圈，打两圈。来来，再慢慢回正，慢慢回正。来，继续倒倒倒，回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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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倒倒倒倒。叔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孩子真是的。干嘛啦？你咋的了？哈哈哈哈哈！